我不是唱戏的啊，现在唱歌了啊。唱啥了？现在这会儿社会挺好的，大家伙都在这坐着挺乐的。啊，你谁想唱就唱，谁想啥就啥。啊，你们想唱唱，你们不想唱就我唱呀。我给你唱。你们唱就大妈唱呀啊。我给你唱呀，改天行不行？行。 十岁带来了远古的呼唤，之所以留下千年的期盼，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，还是那久久不能 就是清早高原。欢迎欢迎！啊，大姐，你70了啊？哦，70岁唱歌唱这么好。您是不是平常也唱，喜欢唱？平时也在家里哼哼了，下床了。哦，在家里头是不？晚上有时候跳广场舞了，跳不？不回去跳广场。啊，就喜欢唱。啊，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唱？ 啊，我一直都喜欢唱。啊，平常是不是也登台了？过去不登台，就自娱自乐。没在这当台这一摆着。哦，没这个机会啊。<笑>啊，70岁这么喜欢唱啊。嗯。哎呀，唱的真好，啥的也好。您的歌都从哪儿学了？从电视上、手机上？没的，就是唱着的，就是平时呢。 你要唱，咱就唱吧。你更是啊，跟上都学会了。俺们就学会了，也能记住歌词啊。记不住歌词，你知不知道几句？啥不好？应该是合的了。我觉得应该合的了。你又换老婆去吧，你老婆正愁了。哪个老婆？谁的老婆？妈妈的大妞。哦哦，行行，谢谢你。俺月华看好。啊，不，村里头唱最好的。 大家就把说唱的唱，啊，大爷给唱一段啥呀？没信儿，没说也就不好唱，你就听唱吧。哈哈。 考的十三，考十三。啊，差的一对儿。差一对儿。啊。大爷，你说你给叫那个大妈去了，人有事儿了啊。有事儿了。闺女、女婿来了。哦，闺女和女婿来了，那还得招待了。没家。那就出不来了。上上在那，你给我上上吆喝出来。上吆喝。上床怎么跟某几女人吆喝出来了，多好。俺俩老婆可好。上吆喝在那玩儿。